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邓朗怡，朗记得是三声的朗，不是娘，不要叫我娘娘。我小时候是体操队的，我现在竟然撑不起自己体重了。一年半之前，我还是个胖子，150多斤，然后现在我是118斤。然后我的龙猫们一定要为我投票。然后我很喜欢唱歌跳舞，给大家唱首歌吧。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喜欢我的话一定要帮我投票，成为我们龙猫的一员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